今天我要主动出击，追求暗恋已久的男神，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好紧张。喂。喂，你干嘛呢？我打排球呢。那个，今晚有空吗？我想跟你说点事儿。我在球房呢，你过来吧，现在。等我。来了。找我啥事啊？我来追求你的。追求我？台球打赢我吧。可是我不太会，你教教我呗。我要学会了，我就给你打。你不会啊？那来吧。不这样吗？啊，这样。这什么猪蹄儿？不晃了。打。发泄点。打吧，打吧，放好，这样，我这不标准，这，打吧，挺厉害呀，来吧，这样吧，咱俩三局两胜，你赢了我当你女朋友，我赢了你当我男朋友，怎么样？你确定不再练练了吗？早晚都得打，别浪费台费了。那这样吧。你赢了，你请我吃饭就好了。也行，来吧。那我得想想今晚吃啥了。这个够不着啊，有没有加杆？来，球挺难的。你来，让着一点。你不是左撇子吗？我左右开弓。挺厉害的。这叫不会打、啊、逗我了吧，我运气好，来吧，别忘了咱们的赌注啊。忘不了，决胜局了啊，来吧。没有价杆，你借我个手架呗。来吧，这儿，左边一点，谢谢。你这是扮猪吃老虎吧？我今天看见你手感好。这个蛋来。